白先生已经不太情愿，我都说捐款，那个彩礼活动这些都要钱啊，没有一样不要钱，你们也知道，而且现在都涨价了，全部涨，除了这音乐家不涨，其他都涨啊，所以我们待会放到门口，不强求，绝对不强求，愿意捐多少随意啊，随意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人物，请这个，这是我们的会长，请你站起来，老拉，哎。